时光光阴列车到那一百一十年六月，一百一十年六月，一百一十年六月二十几，我看一下啊，六月三十号，六月三十号，然后台北捷运王府线西湖站，今天三十分的八月四，啊，开了。南港当然了，中央向两之间哈，一八九，啊，就这样，然后下面那个马咱们哥叫我们家九。加一五六，谢谢各位，两档，拜拜。请握扶手，站稳踏步。啊，刚刚一直在讲吧，辛苦他们，对吧？